各位评审老师，大家好。U-Bike 在台湾已非常普及，骑乘单车的人数也越来越多。当骑乘者在遭遇紧急情况时，通常会因紧张而使劲地按下刹车。当作用于刹车把手的力量过大时，将导致单车车轮锁死，使单车车轮滑行，刹车力将会减少，而且刹车距离会增加，同时单车可能会滑行而偏向失控。因此本团队制作出预防单车自动锁死系统，以帮助骑乘者在紧急刹车时解决刹车锁死的安全问题。利用 Arduino 及无线传输晶片，藉由按下刹车把手，触碰无线控制开关，使 Arduino 驱动马达上的示范凸轮，利用示范凸轮的最高点、最低点之总声距推动点刹机构，使达到点刹效果。当车轮转动时，按下刹车，无线传输晶片会发送讯息给 Arduino， 使示范凸轮转动，推动重动键。已达到点刹效果。此实验达到最初构想。